我在干什么？哎呦，我也快好了，我也快好了，我要加入。太快了！你们的稀世珍宝，我帮你如实完成了。谢谢王，谢谢王。好不好？如实的完成杰瑞的稀世珍宝。他记这个根本不是稀世珍宝。是啊，我自己觉得是珍宝啊，别人没有的，只有我有哎。哦，填满方块。好。稀世珍宝，关心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稀世珍宝长得比较特别一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对吼，被观众提醒，我忘记一个，忘记盖了。你是忘记盖它的特征？不是特征，是可以吧？意义忘记盖了，意义忘记盖了。有人说觉得可以，那就可以了。意义忘记盖了，至少特征有到啊，特征有到就好。嗯，真的是没声音了。嗯，对哦，前两个字的呈现太难了。嗯，很难。换一个发色。啊。我们重登一下、哦，好、哦。我在这盖什么东西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完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真的假的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有特征，特征都出来了，应该就可以猜到了。我在干什么？那是不是？我觉得这很可以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不了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奇怪的，为什么的麦怪 ？Fighter， 好，就这样。你们上次就叫我盖鱼哈，就盖成珊瑚鱼哈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还以为水滴鱼呢，哎、欸，我水滴鱼你有哎，你还敢提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了，有了。行，你说那个什么什么美人鱼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美人鱼，还敢提？哈这什么？一百分啊，大家！好啦 ，OK 了啦 ，OK 了啦，我觉得可以啦 ，OK 啦。嘿嘿嘿嘿，这样子完美 ，OK 啦 ，OK 啦，我也觉得很 OK。嗯、这个猜歪才好笑啊！杰克你就猜歪吧你。好，可以。隔壁是谁？偷看一下。好，等一下猜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都完美了。隔壁是 Jerry。喵，还要多久？可能还要再一辈子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看过这角色，好痛苦啊！角色？还角色、欸？哎，不会是什么公仔吧？哇！感觉巧克力出了、啊。不是我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杰克，杰克哦，杰克当然是去杰克买东西回来啊。杰克有什么东西特别的？他最有名的好像是木头制的刺猬，是不是？是啊、哦，你是说上面可以插笔还是什么的、那個？对对，好像可以插笔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，是不是杰克的、欸？可以插的杰克。所以杰克珍藏的东西可以插。嗯、所以有人对，可以插很多笔进去。哇塞！可以插很多根进去。哇，好可怕哦！那我们下次插哪里啊？格莱花。那杰瑞有福了。啊、我说不管了，啥鬼？分手，没劲了，没事，放弃。哎呀哎呀，
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凡心，我找不到第一个字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啊！知道哎、欸，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呢？啊？不是，我看得懂上面的东西，下面的东西。我懂缺牙。嗯、啊，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生产的？这是什么？什么鬼啊？可是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完了？是什么？我看不懂下面是什么东西。无法理解。什么？还是哦？他脊椎怎么跑出来了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珍藏的东西啊，我懂意思了。什么、啊？杰克，我完全看不懂你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这东西我其实我也不太懂，指自己的还是别人的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应该就是这个。哦，反正一定会歪。什么脊椎骨跑出来？好痛的感觉！哎、欸欸，真的，等一下等一下要猜题的时候，这好猛哦、喔！刚刚讲的，这个好猛哦、喔！哎呀，对，等一下提醒我。这我刚刚聊到、啊、聊到杰克的特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繁星盖的，所以那是谁出的题啊？阿弟，你是盖二 D 的，同类是不是？他的同类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有他出的题哦，就是这样啊，那、哦、我被我看得出来，好了好了，我看出来了，那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东西真的有，到底有什么珍藏的意义存在吗？很想要听他解释，你要问他，去楼下问他，一般应该不会有动的吧？没有啊，我这个是我别人没有我有的东西啊巧克力，我那是物品哦。我知道、啊哦、可以啦，可是这物品是从谁身上拿来的啊？不好说，就是你到底是杀了谁拥有的？这个不好说。人类的肋骨。太可怕了。接骨木魔杖。肩膀上的牙签。想起我要乱来了，我要乱来漂浮在肩膀上的接骨木魔杖有没有？我要乱来。哈基，好，你是猜谁的、啊？你的？那你一定猜得中啊！看不懂啊！你别开玩笑了，放弃，随便猜了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好随便猜？特征，马兽的特征组合在一起就 OK 了。谁知道什么？这个脊椎跑出来是什么东西啊？马上就要下一个，什么东西啊？繁星怎么今天都是那个系列的啦？不是，是真的。哦、这个有什么好珍藏的？好酷哦！哇塞！等下繁星，我看不懂。这等下这我今天是怎样？这个我忘记哈迪了，你要给我厉害的白痴哦！多久没玩这个游戏了？今天在回归。杰克，你的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那是杰克语。没有了，大家都要放弃了。我记得好像有。哈迪盖，哈迪猜的是要给我盖的。什么东西啦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、啊嗯。放这个，放这个。我觉得我帮 Google 加 Google 一样。没关系啊，之后来念巧克力就可以了。什么虐我？念他说你这什么烂东西？我完美无缺，好不好？什么烂东西？你看了你会羞愧啊！可以一起念，一起念啊！大家一起来，绝对让你羞愧啊！天啊！让他加油！我哭。你知道我还怕你太久没玩看不出来，我还掐前面那个英文啊。太久没玩，哎、欸，杰克也蛮知道啦，知道啦，我这好歹我以前的面角啊。是哪一個？你们那只？我以为是一个字的哎、欸，是哪个角色会有这样的特征啊？这只以前我也很爱玩哦，就会根本从头到尾都歪掉了，直接换一只角色。因为你知道，第一个先盖的人是根本没有玩过那游戏的。有，你盖的很像，你盖的很像，你盖的很像，真心。马上要歪了，马上要歪了，然后就马上歪，一秒歪了哦。已经秒歪了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是谁有这个特征、啊？谁的脊椎跑出来啊？来，脊椎跑出来，脊椎跑出来，到底是什么鬼？
我是要怎么找啦？这个感觉搜寻会很可怕，不要乱搜。脊椎会跑出来？不，我的不要人脊椎会跑出来啊！因为我要花一辈子在这样子好了。哇，这真的不容易啊！我应该可以慢慢盖吧，因为大家应该没盖那么快。好了，我应该没，我可以慢慢盖吧。嗯嗯，一秒被打脸。哦，我本来想说大家应该会慢慢盖的哟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还是慢慢盖就好了，不要急。真的不要急，有阿基在。啊？我这个人盖最快的好不好？哈基向来最快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啊，连你都知道的，哇塞！那团团有跟我讲过。哦，那或许应该会比较了解一点。你不要因为团团今天就这样疯狂挖坑。嗯，太长了，不好看。好啊。这滑鼠还真好用，还没换哦。点点吗？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可以，我觉得我盖得很 OK。然后，欸，会不会珍藏的东西，结果过没多久就丢掉了？有，有可能。至少他在这一刻，他是你珍藏。没事，你慢慢盖。我现在才开始盖。这样看起来好奇怪啊！真的假的？这样，我现在才开始盖。又收紧肋骨怎么盖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收紧肋骨怎么盖？收紧肋骨怎么盖？你这样的搜寻。会不会被抓啊？欸，越打越小哥，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所以再改一下哦。嗯，哦，有没有没有，这样超强，可以可以可以，100分，100分。完了，之前干很可怕，也是说100分，这是要怎么？你那是你不懂。我觉得我惨了，我是你上一家。可以哦。我都看不懂，那什么脊椎跑出来的？又脊椎了？怎么看成脊椎的？好，盖好了，大家出场的都是脊椎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脊椎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盖在里面好了。我看那个角色的，好像他做的东西很像脊椎，该不是那个吧？哪来的脊椎？有什么角色像脊椎的？不是不是，有他做了一个很像脊椎的东西。好像应该要换深一点的颜色。是不是那个啊？换一下。有了有了，有没有？大家很想要拥有吧？什么脊椎有了？不是啊，所盖的这个卡哇伊脊椎有吗？有有有，好像有脊椎了。我好像找到一个角色有脊椎，脊椎长出来了。有有，好了好了，这个很棒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去搜寻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搜寻脊椎吗？好的，可以，很盖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定是你珍藏的模样，如实完成。对，100分啦，我觉得这很 OK 了。我觉得我还是照着脊椎盖就好了。我为什么会收集脊椎啦？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搜寻啦，没有特征啦。啊，他就打说心脏，心脏脊椎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就打这样子，我就关键字可以查，快哭了。哎，还有，应该还有时间吧？突然发现杰克，你是不是形容词打反了？哎，你就不要相信他，相信了你自己。
可是我待会要来笑他的那个，他形容词打反了，变成在形容不是物品了。我是很可爱啊。可以啦。不可以啦，这个会变成形容另外一件事情啊。哦，远看很可爱，用远看就好了。还不错啊。不错。哎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为什么就我多加这个我会歪楼啊？